哎，对对对，哎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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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老大姐太漂亮了。于丽华，47岁，打工，月收入2500元，家住长春，与父母同住。于大姐之前参加过我们的节目，大姐离异之后和父母住在一起，因为爱美，她之前在服装店打工。哎，舍不得吃就是穿，但是从来不买特贵的。就是300-500块钱的那都算是高的了，每个月都会买。大姐是个要强的人，所以对另一半的要求啊，就是对方在气场上得能压得住她。因为我本身是一个要强的女人，所以我要找的这个男人必须得比我强，他能压得住我，从气场上能压得住我。大姐是一个敢爱敢恨的人，对待感情有着自己的追求和见解。在找另一半的问题上，大姐说呀，她可以放下一切。因为我可以放下一切，因为我没有孩子嘛，我没有孩子，我父母身体还健康，不需要我去怎么照顾，所以我可以一心一意的去跟着那个另一半去环游世界也好。大姐说了，她没有孩子，也没有什么负担，在看过我们节目之后，相中了吴成万，吴大哥。这不啊，刚下班就迫不及待的要和大哥见一面。哎妈，现在都5点多了，咋寻思这定的这么晚跟大哥见面呢？哎呀，我今天下班啊，得下班才能过来呀。下班？现在还在那个卖服装呢吗？不了，不在卖服装了。现在干啥？我现在在食堂呢，在那个公交集团的食堂。我在那干啥呀？就是服务员，是干点零活什么的。我咋不干卖服装了呢？哎呀，卖服装卖的也不好，然后老板也不怎么挣钱。我寻思他为了省点费用嘛，所以我就不干了。那在这儿现在开多少钱呢？一个月2000。摘个菜啦，切个菜啦，就这种小零活。买了以前卖服装，卖这么多年服装，老公去干服装能适应吗？那不适应也没办法呀，暂时的先对付着呗。然后过完年以后再找。大姐告诉红娘啊，之前打工的服装店今年效益不好，为了不让老板为难，她选择了辞职，在职工食堂做了一名服务员过渡一下，年后再考虑找别的工作。如果和吴大哥有缘分，年后可能就不上班了，陪着大哥锻炼旅游。那于大姐相中吴大哥哪一点了呢？上次他一个节目，我看着他家里边收拾的特别干净，然后人的穿着也特别讲究，对，我特别注重的就是这个仪表。他从他自身能看出来，他是一个非常干净、一个讲究的一个人。你看他在出那个叠视频的时候，里面他就那个衣服哈叠的那么规整，就我发现他这个人是一个特别干净的人。爱干净、衣品好是吴大哥吸引于大姐的地方。于大姐还说了，大哥想找个人陪他去旅游，这一点要求啊，说的就是于大姐本人。因为我比较爱旅游，就说我最近这4年嘛，我都是去海南度假。我都是跟母亲陪母亲去海南，他不就想找一个伴儿吗？然后陪着他锻炼身体啊，相互的那个照顾啊，他不要这种生活吗？因为我现在虽说是上着班，但是如果说他要求的话，我可以不上，因为我毕竟没有孩子，也没什么负担嘛。就是，他在哪儿，我就可以陪着到哪儿。于大姐说的多好啊，她到哪儿我到哪儿，夫唱夫随。按理说对大哥这么满意，大哥又是从延吉过来的，大姐咋不想着带大哥去家里看一看呢？我没办法去那个，因为你毕竟还不一定成与不成，我不想让老人去担这个心，因为我就是婚姻大事是我父母最担心的事儿，他们就一直希望我那个找一个稳稳当当的哈，然后过个日子。你说现在要跟他说，你万一要不成呢？你说这老人不也不好吗？吴大哥是我们节目的老嘉宾了，今年61岁，是朝鲜族人，生活在延吉，住房面积60平米。大哥是个特别干净利索的人。吴大哥原来是延吉市卷烟厂退休的，退休金6800元。大哥退休之后就喜欢在家锻炼身体，举举哑铃，打打乒乓球。我看家里还有哑铃呢，平时你做这个？一级锻炼，这个20来个是没问题吧？哎呀，一次做20多个，那得做几组啊？不，也就20来个，我那又别的动作，这个动作又来10来个这样。大哥之前在我们节目当中相亲没成一次，是因为眼缘不怎么喜欢吧，总的来说怎么一点啊，长相也差不多，我那个头也差不多。一次是因为他的婚姻，还有一次啊是因为属相，属猴的不行。你不，你这个舌头你的属猴的厉害呀、啊、就确实。吴大哥说了于大姐的情况，大
哥特地呀、从延吉赶过来见于大姐，不知道今天和于大姐见面之后，他俩能不能牵手成功呢？大姐给你找了一个那啥东北菜馆，让你品尝一下东北特色。挺用心的，是不是啊？哎，上午。你好，大哥。快进，快进。哎，你好。哎，你好。哎，冻坏了吧？还行，还行吧。你先介绍一下啊，这个是那个吴成万吴大哥，这是于丽华于大姐，俩人再握个手吧，再握个手。你好，你好，远道而来的，得感谢大哥对我的诚意。哎，应该的。大姐咋样？发的漂不漂亮？挺漂亮。哎，气质也不错。看完大哥以后，觉得大哥跟我想的也不一样。一样的，就是挺开朗的性格。我什么都行。就是油腻的，还是那个就是清淡一点的。刚才我看在外头也是，我看啊，总是这么大的盘啊。啊，想尝尝吗？啊，我看都那么吃吗？你就来一个那个你家那个特色的那个肘子，咱就来一个，再来个青菜，这个行吗？凉菜啊，行吗？两个能够吗？都惦记的。之后第一印象都挺好，但是第一次见面难免都有些不好意思，点菜的时候啊彼此还谦让了起来，没办法呀，红娘就帮着他们把菜给点了。哎呀，你看你俩来吃饭了，怎么让我点菜呢？你这代替再点一个，点一个那什么青菜，再点个青菜。爱吃的青菜，我什么都行。我刚开始见面彼此都挺拘谨的，红娘正犯愁咋办呢，大哥主动打破了尴尬，张罗着和大姐喝点啤酒。这么浓烟来怎么也得喝两个。都能喝点酒。我白酒是一口不喝啊，但是啤酒吧两三瓶能喝。行，我陪你喝。行，陪你喝一瓶。行。今天什么时候到长春的？下午到的。这边有亲戚吗？没有，这边没有亲戚也行啊，以后认识你更好嘛。是啊，以后认识我就有亲戚了。我的家人都你家人了。就是啊。哎呀，好幸福。希望他说的是真话。我有两个妹妹，一个弟弟。都是长春的。我们都在一个小区。哦。都在一起住。人口还挺多的。嗯。热闹啊。对，过节热闹啊。这俩人刚见面就以亲人相称了，看来是有戏呀。于大姐听到大哥说完觉得挺幸福的，但是啊他俩毕竟年龄相差挺多的，她怕大哥介意，就主动问起了年龄问题。你是哪年的？我59年。啊，59年是属什么呢？属猪的。那个小五跟你说了，我是73年的。对，所以我也啊考虑，哎，咱俩岁数差这么多，没事啊。我不在乎，真不在乎，我不介意。对，就主要是你介不介意，我太小。我是高兴啊，我介意啥呀？是不是啊？这不是啊，是吧？把身体不在乎就行了。这一点我确实佩服他，但是我也还是有点。他10几岁啊，以后万一啊，再过5、6年以后，我变成老头的话，谁知道啊？人家的事，因为很多人他是在意嘛，说的可能会担心，说找个比小的，然后能不能跟你到头啊？对，我担心这个事儿。对对对，但是在我这块，如果说咱俩要是成的话，你不用担心这个事儿，因为我没有孩子，就是我的另一半就是我的全部了。谢谢你。再一个没有孩子这个，没有什么扯的事儿啊。大姐不在意年龄，还说要陪吴大哥一直到老，这话说的吴大哥心里热乎乎的，再加上大姐没有孩子，吴大哥就很满意了。大哥就好奇了，这么好的于大姐相中他哪一点了呢？你看中我啥了？我看你那个视频里边，就是你收拾衣服收拾的特别利索啊，特别规矩，而且你那个小屋啊，让你收拾的特别规矩。因为我就是特别喜欢男人就穿的干净利索的。我也是喜欢那样的。看吧，他都干净啊，厨房也干净，我把穿的也能看出来。长得还漂亮。长得还漂亮，岁数还小。你这是关键的。干净漂亮。
漂亮，岁数小，吴大哥夸的于大姐都不好意思了。看出来吴大哥对于大姐很满意呀、啊。但是大哥说了，得先把自己的缺点说出来，看看对方能不能接受。我跟你说啊，这个做菜，这个我不怎么会啊。我会啊，那行、啊。但是我东北菜我做的好啊、嗯。但你要是吃不惯的话，我可以学着。不，反正我这个人吧，啊、嗯，有啥吃啥，不挑。那不会，我会根据你的口味啊。行，谢谢、啊、我特别喜欢吃你们那个酱汤。是吗？嗯，行，好说，要三年级来多吃点吧。那你会不会做呀？我做的一般，我那个认识一个大哥，他做的好吃。嗯啊，那有机会跟他学习啊。学，对。嗯，哥不会做饭，大姐主动说了饭菜她来做。大哥也挺有担当，知道大姐愿意喝酱汤，他也愿意学一学，彼此对对方的回答都很满意。大哥就想看看这俩人在兴趣爱好上面合不合拍。那平时你爱好什么？旅游。旅游，愿意旅游做得好啊、嗯、我也是愿意旅游。嗯，我喜欢旅游，就是我像业余时间、嗯、只要有休息的话，因为我没有伴嘛，我都会跟着团走。嗯，我最近这四年都是陪我母亲去海南了。还有春天对吧，到南方去啊，在那儿过冬多好啊。在海南度假吗？啊，其实东北人来讲的话，冬天的时候去海南对挺好的。对对，那个地方空气好。去年我是北海去的、嗯、啊。北海啊，北海我是也得有十年了吧、啊、那时候我去的。武汉北海不错。嗯，但是北海潮啊，北海潮啊。虫啊，小朋友，你是否有很多问号？啊、嗯，北海潮，而且腥，那个地方不是主要都是渔民吗？对对，渔民，渔民他那个空气比较腥。不过我觉得啊，空气挺好啊。但我还是建议你去那个海南。我就是喜欢这样子，就是。因为海南那边的空气特别好，特别适合老年人。那大哥，你这个说想去南方过冬，是只局限于北海呀，还是说哪儿都行？海南没去过呢。啊、嗯，五指山，那我可以给你当向导。行。你看，你不说我不主动吗？啊，行，因为反正我听你的。啊，你安排到哪儿，我去哪儿，没事。本身咱们呢，就是我也有驾照，然后咱可以开车去自己去自驾游，更好，就是开车出去，近边的可以自驾游，这个我省事了，啊，今天有驾照我祝贺你，我只希望有驾照找这样的，嗯。看来呀、啊，是红娘多虑了。于大姐一句给吴大哥当向导，这问题就解决了。也是啊，只要是相爱的人在一起，去哪里都一样。再加上大姐会开车，就更符合大哥的心意了。聊着聊着呀、啊，这饭菜也上桌了。哥主动点，把酒给大姐倒上。啊，行。对，我小，我得给大哥倒。哎呀，来一个。谢谢。这是见面，贵呦呦呦，哎，热情洋溢了，没事吧？人大姐说了，对，热情洋溢了。他我看说话挺幽默呀，再一个吧，我看性格也挺好。来，大哥，我先敬你一口，一口啊。那个，谢谢你远道来看我。谢谢你选中我。喝一口。嗯。年龄、爱好，包括以后家里谁做饭，这俩人都挺合拍。吴大哥想找个陪他养老的，知道于大姐还在上班，就问起了于大姐的工作状况。现在上班啊？嗯。因为今年疫情嘛，然后就本来是打算一月份再陪我母亲去海南来着，不去海南我还待不住，我说的那我就再临时的再找个班嘛，在这期间呢，然后我再找到对象，有合适的我就不上班了。对。万一他真喜欢我啊，那样的吧，就在这工作停了，不用干，跟我一起上年级，上我家去过。
你是想让我上班呢，我就可以上班；你要说不想让我上班，我就可以直接在家陪你锻炼身体呀、啊，然后旅游啊，这些都可以。毕竟是我一个人，然后我自己说了算。点头是啥意思？嗯，点头就是接受的意思。接受。大姐说了，如果吴大哥不想让他上班，他完全可以就不干了，全心全意的陪着他，这又得到了大哥的认可。既然说到去延吉生活了，大姐主动问起吴大哥家里的情况。那你家大娘多大岁数？啊，我妈在呢，现在。嗯。今年86了。一个人吗？一个人，对。那为什么不把母亲接过来呀、啊？我妈说了，以后上我这儿来，我妈说，哎呀，你后找的那个对象啊，我去的吧，谁都不高兴，谁不去，那么说。啊，没事儿，咱俩要成的话，你把老母亲接过来。我就是想，你看一个母亲，她一个人在那边自己过，因为毕竟岁数大了，你不知道她什么时候会有事儿。你要是接到跟前来的话，最起码她能照顾我。啊，那说实在，一般说这样的话很少吧。啊，我挺感动了，挺感动的、嗯、对。不过我妈来是不来、嗯、那个你是男孩女孩？我是一个儿子。嗯啊，他妈和我已经离了差不多有20年了。嗯，现在又上南海了。啊，现在又上南海了。啊，我俩跟他儿子一块生的，在南海呢。啊，那儿子跟你有没有联系呀、啊、哎呀，很少来电话。在这面如果说咱俩要在一起呢，我肯定我会替他把你照顾好。嗯，谢谢。这么主动的说明代表他喜欢我，对你认可。对、嗯、于大姐是个孝顺懂事的人，想接大哥的母亲过来一起住，还说替大哥的儿子照顾好他，大哥也挺感动的。两人各方面都聊得挺好的。吴大哥考虑到于大姐现在年龄小，还没有退休，主动问起了大姐社保的事儿。你还得几年就啊那个什么社保啊？啊，我社保我得55退休呢。我还早多少啊？还7年呢，还7年呢。于大姐也看出来了，为了消除大哥的顾虑，大姐说呀，现在说这个事儿还有点早。其实我现在就说的，就是也不太想交现在，因为我毕竟还有7年才能退休。这个咱都先不用去说这个事儿，就是咱都先处一处，处一处，然后以后的话，不用去我去说，你自然而然你就会为我将来去着想。这是我想的，所以说咱俩现在就是啥呢？就看咱俩有没有这个眼缘，就是觉得性格合不合。对，嗯，用这个撕开了，然后包下那个肉。看见大哥只是点头不说话，大姐怕大哥还是担心这个事儿，于是啊，又说起了这个钱不一定让大哥交。那个先不用说那个啊，对，那个咱们先不用说，咱先处着，处着，然后这要是将来有那么事儿的时候，至少你知道有那么个事儿。嗯，也不见得说的我都这个钱我都让你去拿，因为也不一定的事儿。嗯，其实他即使不交的话，我自己也可以交。时间虽然长，他只不过就是一次性的交这个6万块钱。再一个，大姐也说了，咱们话聊到这块儿了，人家不想对你有所隐瞒，然后把这个事儿呢交付出来。大姐也没有说让你交的，但是我觉得这个事儿吧，就像大姐说的是。这些事儿都是以后的事儿，对，最主要的是俩人得先接触，对，俩人合不合适，是不是？对。对于养老保险的事儿，大哥虽然一开始有些犹豫，但是大姐说了，这个社保现在说还有点早，还是要看两个人处到啥样，这些事儿啊都是后话了。你也处一两年以后吧，能知道这个人真心过日子还是啊，那有所再说吧，是我的事。看吧，你这个处一年的话啊，那就要你这个人怎么样啊？你看着了，是不是？那你说的意思，到55不是更是那个？对，我55才能退休。对，嗯，那那个期间现在还得，比如说交6万就够了。够了呀，那就是够不够？因为我那是按照中档算的，其实我要是按照低档算，用不着那些钱。低档交就低档交吧。现在咱也不着急。
那个也不着急就行，那个好，那个慢慢看看。对，那个咱以后再说。说嗯，但是我现在是有这个情况。一次性交也可以嘛，五六万啊，那就省事儿嘛。是不是？嗯，现在什么每年交多钱多钱的都麻烦了。大哥也同意大姐的观点，他也是个敞亮的人，只要两个人相处的好了，这些呀都不是问题。其实吧，就说的，相中一个人的时候，他不会在乎那些。对。他主要是看你相不相中这个人。对，那好说，一次性五六万，一次性交得了吗？是不是？还每年交个一万两万，哎呀，没意思。听完他心有没有感动的那种感觉？有啊，但是还得靠两个人去处，就是人家他不也说吗，那是后话嘛。但真的是这样的，两个人处到一起了，如果说他瞅你对眼了，喜欢你，你不用去说，他自然而然就会给你交。因为我有养老保险了，你看我多了一份收入不也是好事吗？其实在上一次与大姐相亲的时候，就因为这个养老保险的问题，两个人没有牵手成功。这次相亲，于大姐本来也不想提这个事儿了，怕这个事儿成为吴大哥的负担。但是既然大哥问起了，也不能对他有所隐瞒，而且这个东西并不想要求大哥替他去交。可是吴大哥说啊，只要两个人相处好，这些都不是问题。于大姐还是挺感动的，觉得大哥是个有担当的人。这个应该在嘴里给啊，是不是啊？都吃了吧。嗯，不客气。你看人哈，大哥包你看我就没有人啥。嗯。哎呀，这个身体没事吧？你身体好吗？我呀，啊，我行。我身体特别好。是吗？嗯，那更好。以后吧，咱们身体是第一啊，咱俩一起过的吧。啊，有好啥就吃啥，是吧？嗯，我俩再一个锻炼身体，多活几年。嗯，看吧，他比我岁数差十来岁嘛，所以我首先我也重视我自己身体，是不是？怎么的，咱俩能活个20年、30年呢？嗯，那怎么我也让你活100岁呀？是吗？大姐说要好好照顾大哥，争取让大哥活到100岁。话都聊到这份上了，大哥觉得时机也成熟了，该表明一下他的态度了。哎呀，咱俩好好处啊！啊，想了解了解啊。行。嗯，我看你这个人挺不错的，我也满意。人家应该对，就应该这样。我也是喜欢这样，就是行就行，不行就不行，就是大家谁也别耽误谁。行，咱俩就慢慢了解了解，对，处一处，嗯，行，嗯，看看性格啊什么的能不能处得来。行，嗯，行，干一个吧，干一个。希望咱俩以后能处成，然后到时候小五啊，去参加咱俩婚礼去。行，嗯，别忘了啊，还有两位老弟啊，还有两位老弟，哎，对，这都是咱们的一个工程。